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继续玩手游 FIFA 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这场要玩团队突袭排位赛，也配一下队友。好，团队突袭排位赛的部分呢，我在想我最近应该不会再打，因为有时候也配到的队友有些挂机真的蛮多的，就玩的有点累啊。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排位赛的部分呢，就是找有人讲话，找比较熟的朋友玩啊。你们说等一下的，哎呦，正版的 ，Hello， 拿铁，看得出来是正版的，拿铁，有团队图一下都穿这一套，没有站队，真的没有站队 ，Yes， 我没有站队，十 K 是哪一招？好，走走走，走，在这个现在身边大概铂金二吧，铂金一，两颗星，他的那个 ID 是不是八码，然后一。一开头，哇塞！这个，如果你是真的蹲两下，你不要讲，要再开。哦哟，他知道我不会蹲了。然后呢，谁就会蹲对啊，我现在已经不蹲了、因为蹲有时候会让玩家一直跟着我，有点困扰。拍到了。好像有一个在讲什么鬼东西。哦，杀到结束了，我没杀到人是不是？走了，轻松了，轻松了。第二场，很没品哎。打到一个而已。鬼吹灯。练一下枪。拿铁。拿铁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为什么那么好看？那么好看是怎样？服装好看啊，服装好看。别用了。好 ，Go Go Go！ 我不知道。欸、我先看左边有没有人要投。拿铁自己走吧。等一下拿铁打，我一定要去救，没有救的话。还要。走走走。有一个好像在骗枪点。在骗枪点，哇，三个，截图都太老，三个人，嗨 ，Hello， 哇哇哇，三个，没有啦，是另外的那个很爱骂别人的那个小朋友，我吗？找，不是你啦，就是那个啦，那个，然后那边哇，什么鬼？等一下，下没死，没有办法，没有踩到，我来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那个残血哦、喔，我先拿一包。阿铁，你要小心哦、喔。没抬到。哥，咋没死？阿铁哥，血量好多、喔。要去扶。我没子弹了。他跑了。空拳流是不是？我没子弹了。来啊，空拳流。我绕路。再见。剩一个。他没在这。没子弹了啦。哎呀，先整一下子弹。这个子弹被捡走了。好，赢了，是有。鬼吹灯很厉害吗？小屁孩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在互呛了。好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你死了。你这人那么烂，然后又那么吵的。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没有，不要这样，冷静，大家冷静，玩游戏而已，大不了把他声音关掉就好了，声音关掉就不会，如果觉得。很吵之类，你就把他声音关掉。走吧。开始在讲话。这个我可以进吗？我才忘记。等一下，左边有人，他们要偷了。我来抓那个想要偷的人。谁挂机？等一下，有人挂机？那 A 什么？然后蛮逗趣的。好进麦。听不见了。听不到小屁孩的声音了。哈哈，是把他关掉，要把他麦关掉。拿铁粉的超帅，超帅，后面有人。哦呦，防护区。等一下，让我先拉个血。看一下。但是听拿铁的声音就知道是一个超帅大帅哥。听我声音你就可以分辨了。来啊！给你救！我刚刚觉得他应该想要救。OK。第三场，这场如果结束我们就赢了、我看不到拿铁的涂装涂装，只有一把而已啊。捡到一把散弹枪。我们要再见了。要再见了。
好，加油加油！哇，有人背两把1887也是怎样？这单散弹之王对不对？我遇到我不拿铁，所以先嫁给你交，骗他们一下。我随便抽。可以那个拿铁死啊！别人也可以。这个任务叫做保护拿铁。保护拿铁任务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点在哪？人家是真的符号，人家真的。哇哇哇！前面。等一下啊、哦！哦，这好像归家的感觉。有一个在前面。哇，下面这个。啊，可恶！哇，拿铁倒了。差一点。我没有抬起来。我刚刚有没有想要直接爆他头就没有办法。呀、啊！不用救，不用救。他们其实可以先收啊。基本上来讲，如果是这个状况，我都会先收敌，我不会先救，因为你不知道敌人在哪、啊。好，加油啊，剩一个，有最后一个拿了 N1014， 我们看一下他想怎么玩。消防队啊，消防队，我有点好奇，有点好奇。哎呦，蛮会躲的、欸，他直接跳上去，打一打三是吗？哎呦。到小一打三，开麦就很吵，我已经进麦，我想再听到他的声音。不想再听他的声音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他们讲话好笑、哦。别人来了，欸，这个散弹枪的准法呢，好像没有抓到哦。欸，好，直接收掉了，没关系。我们可以来来来，再一场。我现在已经要截图了，截图对吧？如果是真的，蹲两下。真的，他讲实话不能讲。差一把，没有不蹲啊！我之前讲过我不蹲了。截图不？你们认真打，你们认真打，不要跟着我，我要先抓这边的人。他有出来。我要先抓这个，我要先抓这个。希望他没站队呀、啊。不要再吵了。怪了。好了。啊，可惜，人不够多。最后一场了。加油加油！小英被反败为胜啊！哎呦！哎、欸，指挥官，指挥官，我边有两只。指挥官，你们叫指挥官？不知道指挥官他名字还是 ID？ 哎、欸！左边开战啊！哇，指挥官怎么到了？哇哇哇！欸，对方反击了是不是？他说好像蛮凶的哦。我看到人了。来，我们来。1046181516打，哇塞，468，哎，八位，他在看我 UID 是不是？他把我 UID 背起来了，厉害厉害，对，我是 UID 是8码，所以其实很多这 FIFA 这游戏很多人创假的实况组名字啊，不止我啊，很多人都有，所以你们可以看 UID 就知道真的假的。然后我们。比较早期的实况组有在玩这游戏的，基本上都一开头，然后都有八码而已。后面有九码的一开头，那都是比较后期的玩家。哎，还是剩他哎、欸，他一秀士是不是？然后我看你可不可以一打十。哎，他这个打法，哦，前面两个，他不敢开枪。其实散弹枪就是要拉近打，他、okay、这样子有点远哦。OK 的，我们加油吧。哎、欸，是有敌人绕过来了。你应该找他。认真打，认真打。哦、我们是在打排位啊，认真打。没有啊，要不然我的网络怎么那么短？哦、过来过来。哎、欸，他要躲到什么时候啊？哇，他被后面偷了。哦，怎么了？他刚刚可以直接打，不打。怎么了？但到最后被包围的话就来不及。来吧。圈大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偷袭，如果圈小就没办法。我这场好，加油加油！这场我要认真打，大家都认真。汤普森都够了，没枪了，没钱了。对不对？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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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蹲一下嘛。我趴下可以吗？我趴下，我趴下。在在我发现，对不对？我发现，他也没差了。真的吗？刚不是跟我说一定要抛吗？不是什么的？是这场好啊。这个已经语无伦次了。没关系，不用不用不用给我，我不能开语音了。指挥官，我们等下会不会遇到雅思？会遇到哪？有可能哦，雅思有在打。我现在直接绕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敌人归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我看起来应该是归在房子。哦，哇，倒一个。在他那了。First blood.
直接走掉。后面呢？我绕了一圈，就敌人是什么龟房子吧？我看一下。死了啦！被我打。下一个。没有，后面还有一个变态。前面有一个。这先收。倒。我说你。右边有一个。还有一个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先补血。变态是怎样？变态是怎样？小心。剩两个。我会放在哪里？先捡他东西。哇，我都没杀人呐、啊。哇，东西超多，注意哦！还给我倒，下面。可以直播吧？啊，直播最后一个在下面。最后一个。两个吧，剩下最后两个。不然应该最后两个。在下面围栏。我看到一个，在房子后面。有狙击枪哎！哇塞，两狙击枪哦！看一下人在哪？一个楼上吗？一个楼下，一个楼上。这是哪里吗？对啦，你看到 ID 1016什么4618 啊？对，1016他把 UID 念出来了啦。哎，没有敌人啊。所以都在楼下、啊。其实是看后八嘛。但只看到一个而已。数字是一，老玩家。没错。他们第一局就玩了，所以这场一定要是公厕啦，第一局公厕就玩。他敌人了。哎，最后一个，来让我来来换个枪。做什么 ？OK， 吃鸡。哇塞，他刚硬要置我队友于死地耶！我们再玩一下，哎，我们可以打拿铁啦，进来。没有，不打了，今天最后一场了，我休息了。哇塞，烟雾弹当背景。好啦，说再见啦，谢谢你们喽。铂金一三星。好的，七十啊。拿铁。拜喽，谢谢你们喽，有缘再会啦。真怀念，真怀念什么？对啦，传奇的内，传奇的内，对他知道那个图片是传奇吧？那个是之前打单人有打两次传奇啊，然后有那个背景值。好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要休息了。好，今天呢，团队突击排位赛也配呢打来蛮精彩的，蛮有趣的。因为我刚才在听他们讲话，所以会蛮容易分心的，所以我觉得。打排位有时候真的是要蛮认真打，然后你们要数到比较熟的队友一起打，应该会蛮不错的、啊。好啦，今天游戏就先玩到这边啦、啊。如果大家喜欢哪期影片，可以帮我喜欢，直接订阅我打开通知，你让后面有继续要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主频道、副频道跟玩具频道，连接到影片下方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喽，拜拜。